Yeah.喂喂喂，大家好，大家晚安，多多晚安，小米晚安，瑞特特晚安，马上就换了三个，好的好的，然后蛋挞一样在外面睡觉，他是不是发现我会戳他啊？洛风凡晚安。卢卡斯晚安 ，Allen 晚安 ，Ten 晚安，伊莱克晚安 ，Spark 晚安 ，Aaron 晚安，阿达晚安，小兵晚安。小苏晚安，喉咙有没有怪怪的吗？目前状况都还蛮良好的，应该是没有事情了，不用担心，谢谢谢谢。真的有事的话，我应该会赶快跟大家报告吧。村姑晚安，摆 pose 被发现了。星月晚安，报道报道。阿元晚安，小玉郎晚安啊！对啊，我开始之前想要简单来凑一下轻弩的装备好吗？大凯晚安，身体还好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事的。有症状应该是蛮明显的吧？现在什么都没有感觉，感觉或许啦，没事也说不定。先不要立 flag 好了。火腿晚安，一许晚安，修晚安，抹布晚安，要注意身体健康，谢谢小苏。强林晚安，谢谢修，好的好的。最近啊也不敢开太晚了，能早休息就早休息好了。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一点。汉汉晚安，这是克宾吗？晚安，欢迎欢迎。起床都先注意喉咙有没有问题。最明显能够感受到的大概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吧，在2个小时的小蛋糕 buff 就没了不会啦，一直都在的，延续1整年。明天就改版啦，贴完破晓了，好期待哦！好多龙都好想打，怎么办？对，就决定明天啊，下午请假了。哎呀，没办法啦，你想一下，我平常啊大约6点出头下班。然后明天的放送是7点吗？没有时间，不行，至少要请个半天。我们那边的特休啊是以半天为一个单位，也只能这样请了。Chester 晚安。今天有跟公司报work from home吗？有啊，有没有看到推特？无法达成啊，不给过就是不给过，没有人能够在家工作，给我全部到公司。 好期待哦！琳琅人好帅。哎，对，我要凑装备了。讲那么多话，我要凑装备了。我先看一下哦。轻弩的话，大概有请教了一下要怎么配装。反正一样是去。嗨，我看你奈呢，没有钱呢。 真是的，哎呀，好讨厌！我真的啊，每天都在喊说要配那个采矿装，还是没有时间，我都完蛋了，完蛋完蛋！怎么办啦？不能啊！我的蛋蛋是有限的，这可能每个人都一样，但不是那个重点。没有钱怎么办？哎呦，驯龙的哎，做装备真的好贵哦。等下先做好了。什么东西啊？野猪的头是三小，野猪的头，野猪哪里有野猪啊？那个神社的野猪吗？ 莫呢？如芝巴 Q 晚安，阿修你好好休息，要晚安。怎么办呐、啊？哎，好讨厌哦！金蛋蛋怎么那么多啊？野猪的话，去打水墨林比较快。野猪，水墨林有野猪。 那我可以自己先去看一下吗？这个简单的就随便出个任务就好了。地图摁跟10的样子，换金道具。什么是换金道具啊？不是蛋蛋吗？2跟10，我来看一下哦。2跟10都有段距离。 你刚没有看到吗？没有蛋蛋了，库奇已没蛋，真讨厌，这样会有问题的、啊，出事了、啊。去实看一下，我已经什么都没了，谢谢，不要再问了，真的没有了。 这个是金钥吗？晚安。好穷酸我，一无所有，怎么那么可悲？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，我要投而已。好，你打他，你打他。莫。 莫，这个讨厌的家伙，没有想打你。喂，喂喂，不是这样吧？好，换个区域。 用点数跟交易宠换 NPC 的那个矿，那个矿换都值得吗？我还真的没有怎么在看呢、欸。今天要早点睡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早休息是好事、欸。Erica 晚安。现在要去打一下野猪的头。没有想到啊，这种素材现在才要抽。哦，这边有野猪吗？哪里？难道我被骗了？还是山啊？这种猫咪而已。 哎，这个看得透吗？野猪会出现在这个上面吗？不大了解，应该不会吧 ？Oh my god！ 讨厌这些猫。小生物看不到哦，好讨厌哦。那可能还是要回到石去看一下哦。 喂，好麻烦，只是一个头颅而已，你拿都拿不到。奇怪，以前野猪那么讨厌，都不想打，没有想到道具那么重要。哎，我有带狗吧？我有带狗吗？我怎么骑狗？忘记了。 这应该出现了吧？有了，感恩哦。野猪的头打下位也会有吧？啊！よし。So Wolf 晚安。现在正在努力的抽轻弩的素材。 都差一些小道具而已。想赶快凑好。今天呢，至少玩一个不一样的武器吧。至少轻弩的操作我还记得。然后钱呢？哎呀，没有钱。莫亚达，莫亚达，我应该还有些矿石吧？矿石在哪啊？这些应该都可以卖掉，全卖吧？应该全卖吧？ 等一下哦，打几场直接卖素材，还有什么？还有骨头能卖？哪里有骨头？骨头？它好像不能筛选说哪些是可以卖比较贵的吗？骨头？矿石下2排，我来看一下哦。你说啊，这些骨头可以卖吗？是贵的吗？我用到吗？那我就安心卖咯，从最贵的开始卖。 这个好了，哦，好贵哦！那先卖个3/4好了，钱比较重要。我知道了，素材呀、啊，一定要留下来一些的。啊，终于好了。 啊，然后接下来是身上的装备嘛。来看一下有没有比较简单的。然后海镜啊，那个道具好像还是没拿到哎、欸。去广场看一下。嗯？ 真的不会出现吗？ Hmm.交易祝融稀有道具吗？我看一下。刚刚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有啊，之前好像就用这一个哎、欸。鱼已经掉了。好吧，看来应该是要靠一些运气吧。 那海镜可能就要缓一下了。晚安，念不出来，教我怎么发音。塔罗西，一定是错的。好啦，就慢慢来好了，没关系啦。急归急，但应该也还好。 先做一下身上的道具好了。もうね、もうね。啊，草食龙，草食龙在沙漠吧？没有念错，太好了。 好怨恨哦！等下我先那个登录一下好了。还是只要有武器就好了，好像也不大行哦。好了，我的目标是现在几分？24分，45分之前，看能凑到什么程度就凑什么程度好了。麻薯晚安。 铠甲还没有吗？铠甲有吗？铠甲好像也没有哎、欸，真讨厌！哎、欸，那我什么都不用凑啦。哎海镜没有出来，是不是什么都不用凑啦？哎、欸，好像是哎、欸。哎、欸，那我放弃了。我看啊，等钓到鱼再说好了。我直接放弃好吗？没有海镜，没有装备，就这样子吧。大叔晚安。 威灵晚安，啊，好难过、哦，真的是坏鲷鱼哎，不出来就是不出来，你拿它没办法。那样找大家来玩一下吧，有空的话欢迎加入。今天啊，把那个天会打一打好了。 识别码呢，贴在留言板上。有空欢迎加入，没空我就自己打。我们终究能够找出一条出路的，没问题。哎、欸，阿兰，晚安，萌萌，托托，谢谢谢谢。 天慧很可怜的。严格来说，应该每只龙都很可怜吧？多打一些龙，趁大家还在的时候。没问题呀、啊，陪到几点都可以。那他的话哦，乖乖来练一下功好了。 果然啊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弓，一个好弓。但我觉得好像也不用特别补。哎，我发现哎，我好像没有回复药嘞。回复药是用买的比较划算吧？要等特价吧。 卢卡利欧晚安。这我能说什么呢？莉亚晚安。这样看得出来大吗？希望有啦。小米也准备了一些粉，可以当粉丝。狮子的狮，听起来有点可怕。 感觉会寄生在身上。嗯，在哪里啊？完全没有发现到。对啊，倒是攻啊，在这次的修正里面，它有变强吗？今天有小小看一下官方的资讯，只知道啊，开刀被修正好多，好难过哦。用的那么顺的太刀，居然攻击就下调了。 星月，谢谢你防疫储备金，感谢感谢。最近啊，确实会花很多钱。之前家里好像也没有温度计吧，都花了钱买了。啊，这样也打得到。嗯，我是一直被穿，一直被打吗？好痛！我还是不要用弓好了。什么每个人都要一把弓，就说笑吧，超不适合我的啊。这真的超不会用哎，看人家用怎么那么强啊！我一定是看错影片了，超厉害的。这在上面还是下面啊？应该在这里吧。 找到了，いい感じです。 跟他距离一直拉好远啊！我连攻的距离都不会拉啦，没救了。啊，不耐！这个时候我应该用什么东西啊？我觉得我好像比较是，哎、啊，不耐！就我比较适合用笛子，在旁边吹一吹就好了，真讨厌。 多少还是要贡献一下。旁边吹，有没有受不了啊？想说这个人在干嘛？本当に情けない。 一つ達成ですね。あなたを狙っています。阿派晚安。刚刚啊，本来想要做一下轻弩的装备的，但发现装备素材完全不够，开镜也还没有开，只好先找大家来玩一下。 哎呀，换把武器吧。其实笛子蛮不错的啊，没有觉得不好，很好用。 来吧，多抽一些蛋蛋，这样装备才做得起来。谢谢 OZ。 五点水，尾巴踩啦，不用担心。这次先踩尾巴，再踩本体。学乖了。不然每次都很慌张。 坏习惯要改一下。那就跟其他的角色来换一下好了。霞龙吗？霞龙，我到底还有没有缺素材啊？红龙吧。小米有颗蛋。 嗯，对啊，先乖乖的换成，为什么两个啊？当时组合三是做什么东西啊？没有印象。组合三是什么东西啊？组合三是笛子吗？好像是笛子。还有什么笛子好做啊？之前好像有推荐怨虎的，是不是啊？怨虎的我够做吗？啊，等一下，钱是问题，先来确认一下价钱。怨虎喵啊，等一下来打一下怨虎好了。勇气之阵是要打什么东西啊？勇气之阵是打什么斗技场是不是啊？真是怪了，哎呀，猫的蛋蛋也需要一颗。 找采猫蛋蛋了。期待明天的新怨虎，那个怨虎算是什么版本啊？有点像那个吗？金昂金狮子的感觉吗？ 绿森娜晚安。 特殊任务要不要解一解？哪些特殊任务啊？活动任务吗？古龙好像就会给勇气证，那我怎么还没拿到？奇怪，都还没拿到呢。那算特殊个体啊。 明天又有新的怨虎喵打，然后装备又要更多了，天哪！之后整个装备就要整个大换了吧？好像每次增加有新龙都会这样子哎、欸，以前的都会变得比较不堪用。 没有错，明天开始会更缺钱，请让我先做好采矿装。这个没有采矿装不行啊！跟红莲公道伯一样，哎，对耶，公道伯有另外一个个体。这一把比弓的输出稳定多了，至少我还敲得到敌人。弓焰虎呢，透过头上的两只角来吸引雌性特殊个体，断了一只角，又少了脸，代表它的交配机会不大。哎，有这么详细的那个介绍了、都没有特别看过哎，好可怜，黄喵喵哥哥。 在那么远呢、没有想到是处男吗？你怎么确定人家是处男？也许有过经验啊，才断脚断眼的，对不对？不好说。 那等一下打几场用火喵喵了，再打次天会好了。天会啊，虽然说不知道还缺什么装备，但打了准没错，应该这样说吧。 然后啊，如果明天下午请假的话，我一整个下午都在采矿好了，先凑一下钱吧。不然新的版本下来，想做庄发现什么都没有，最缺的就是钱了，这可能性感觉很高哎。采矿路线啊，或多或少还有一些依稀的印象吧，深植在脑海里面的印象很难泯灭的。笛子吗？是用百龙笛，百龙笛我记得我好像缺素材耶，所以我才会用这个笛子。我看一下好了，不然我记得我以前在玩 Switch 版的时候，应该也是用百龙笛才对啊。 我还有缺吗？哦呢，怎么有时候就是缺这种奇怪的素材啊？但其实都够了哎。先不要想那么多好了，你没有钱的、酷奇，你真的没有钱，不要再想了。 天会就是整套衣服穿起来，那我应该可以来确认一下啊！等等等等等等等，先买一些，已经没有了，备着用。明天好像会送个叫黑带装是什么东西啊？黑带，柔道那个黑带吗？哎，是柔道吗？还是空手道啊？ 百龙素材都要打首领队啊！天慧的太刀，哎，对耶，天慧的太刀之前我做过吗？似有非有。好，采矿吧，开始我的采矿人生。你就是缺矿。哎，不过真的耶。 天慧啊，就凑他一整套装备就好了。轻弩记得用天慧手手，好啊。那手手什么特效啊？洞洞比较多吗？嗯？ 别呢，不要忘记，那看到矿啊都踩一下，或许有我要的素材，说不定。好像是弱特2哦，真强！先来跳个舞。嗯，你不让我跳舞。 我只能来让趁着的奶妈了，多不屑吧我！请你说我不要死了。贯通弹流呢，要弱特3彗星2，让子弹长处暴击。护士伸出弱特3，当护士到现在我还没有什么时间凑护士耶，护士地狱正要开始而已。 阿布内，两个称职的奶妈。绿生人是挖水墨林的，你说挖矿吗？矿之前好像都是挖那个火山地形的。 之前不选水墨林，好像是走的路线有点复杂吧，对我来说。阿拉莫奈，是了，宗教看一下哪里有矿池的增值，不急的话就等你熟悉的地形吧。看一下流星，是打我吗？哦呦，是，好不耐呢。トなサポートです。 刚是说缺什么武器啊？下个打喵喵。反正啊，新版的怨火喵喵出来之后，旧版的道具应该也会用到，所以打一打应该也算好事吧。先多留一些。 無駄にしませんよ。さて。现在是第一次捡到傀儡蜘蛛，不重要。先前也说了啊，想要记一下每张地图的傀儡蜘蛛在哪里。想想它困难度好像也蛮高的。 哇，海镜的那个特殊素材真的带不出来的话，这三个都把它换成那个地方好了。哈哈，晚安。现在在努力的素色彩中，还没有更新完。你说新版吗？ 定应该是明天才能下载吧？现在可以买，然后明天下载吗 ？Switch 是不是今天就可以了？大家应该是指破晓吧？啊，やばい、やばすぎ。 危ない。哦，你说崛起本体吗？太久没更新，有时候一更新啊就举 GB。 李头破晚安。 什么？天努力补眠，正式出了直接玩到通关，感觉时间应该不会花很多吧？四小时。大凯晚安，早点休息。今天身体还在观察期，所以我自己应该也不能那么晚睡。 小米是说这次的更新吗？17只，好多哦，可以打得天荒地老。找个喵喵。喵啊！对啊，激昂辣奖，那怎么会有些很像睡影的招式啊？冲超快的、欸，那是以前就有了吗？啊，还是不出来，我真的，哎，好吧，全先换一样的好了。 你们都给我去捕鱼！我的鲷鱼呢？真的是哦！去去去！稀有素材，稀有素材，稀有素材！橡果 ，Go！ 有天回龙的话，黑石龙你会出现吗？嗯，不是都有吗？更早的 PP 里面有丢特大石头跟土雷口水是什么东西？土雷口水，你们是我理解不能吗？雷口水，怎么跟我看到的不大一样啊？ 明天是看整理网站写12点了。河马兽晚安，刚去吃乌马啊！哎呦，我真的好久没有吃烧肉了。上次吃烧肉啊，是在过年的时候，好想吃哦。我上次吃乌马的有没有1年前啦、啊？ 好可怕、啊！一直在喝鸡汤，好喝。可惜啊，因为台北没有。台北我甚至啊选择吃烧肉店都不知道吃哪一间呢、欸。你们大家有什么推荐的吗？求个好吃的名店啊！等一下，看到猪就很想打。 请让我补一下他的素材，感觉以后还是要用到的。哎，上位的猪血那么多、哦，超麻烦的。赶快来工作喽！ 姚爷爷一波吃肉肉了吗？一直都很想。大碗烧肉很贵。对啊，每次想到烧肉，我真不知道吃什么东西。 可能每次聚餐啊，烧肉好像都不是我们的首选。每次想要吃到饱，都只是吃火锅而已。对啊，求一些比较平价的好吗？你当我吃不起啊？人家小资主。 我现在烧肉吃下来啊，应该最少都要那种699、799，然后还要加一层，一个人都快要1000去了。哎，怎么又回来了？哎，为什么回来了？好神秘哦！ 不然就是买肉料回家自己烤了吗？看他戏哦，我觉得好难过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有种淡淡的哀伤感。 肉次方那什么店啊？卫一郎的烧肉有专人桌旁边烤的那一种，感觉贵桑桑。烧肉如果是吃到饱的话呢，最怕的是上菜慢，烤很久被坑过，这感觉很坑哎、欸。 很生气，熊一烧肉。你的话说啊，我跨年的时候就吃熊一，印象啊蛮挤的、欸。好不好吃，我是觉得还好啦，普通吧。刚说还要打什么东西啊？缺蛋。嗯，缺蛋蛋的话要重复打吗？打一些暴鳞好了。顺便换一把武器。 哦、好想换，好想换哦！没有别的好玩的吗？可是我还会什么东西？双刀，双刀，双刀用哪一把、啊？之前我是，难道就是驯龙？好像还是驯龙哎！哎，对呀、啊，驯龙真的是万用，做一下好了。 猫咪手是哪一个？猫咪手是哪一个？猫咪猫爱露吗？爱露衍生吗？啊啊！肉球印章，めんどくせ。不要！现在不想要打猫咪。啊，但我有点忘记双刀怎么玩了，那先不要玩好了。啊，至少太刀吧，太刀的。 天惠应该可以做了吧？啊，对啊，小米要忙吧？没有人也不用勉强的。 抱歉，容我吃个团子。蓝风可以吗？开心。阿丁刚之宝哦，需要消化。今天观战，那你岂不是每天都要观战了吗？哎呀，好麻烦，看都看不到，搞定了，感觉很臭，都是汗味。哎呀，真的是很不会闪他。 不了的我，哎呀！飞起来的时候好烦。嗯，真的是没办法。 好不适合啊！记得自己之前用轻弩打的时候，还比较顺一点。 对啊，我现在是不是看到一些小生物死掉的时候，其实也是要稍微去挖一下它。地名有时候东缺西缺，就缺那些小生物的素材。 谢谢鱼蛋和提醒。很有喜感吗？雪幻晚安。小米也是一直在提醒，谢谢谢谢。弟弟兄晚安。我讨厌世家。 释迦真是少数水果里面怎么吃都觉得没有很好吃的一个食物，有点那种死甜感啊。嗯，换个雷神吧，这样至少护士也有的抽。 或是可以让探险队去采小生物，好像一直都有在采吧。嗯，还是没有。我的鲷鱼呢？鲷鱼真不想出来吗？哎，蓝风晚安。H 好高。什么？我的上面都是用我的倍数在跳哎。多多离300之路又更近了一步。 石铁乳是什么东西啊？你说我本人吗？还是我误会了？天会，好贵！我本人也还蛮常出来的啊，只是啊，最近那个相机的问题还要稍微调整一下，然后背景的部分呢，也希望等到装修好的时候吧。那说是装修好吗？等稍微布置好的时候。 再加摄影机，哦啊啊，太刀也可以了。哎，这一团是怎么回事啊？大家都一样的头哎。狼头，你们四狼集团吧。 天啊，真的背后的部分很煞风景，真的好想要稍微调整一下。很丑。 背景也很单调吧，你只会看到我的床啊，然后加上一个叫柜子吧，超难看的。哎呀，加油！ 真的布置啊，既花时间又花钱，真讨厌！哎呦喂呀！ 啊嘞，找不到可以上去的。射没个两下就结束了，那只好直接入住总统套房，还有专人打扫。没有想到我会破产，居然是因为入住总统套房，全世界都吓到了。你玩明天要被削弱的太刀。 啊！我最会就太刀了，被削弱觉得好难过哦，真的。诶，这个石头好怪。 也不过啊，大家在新版看下来，哪一个武器是最强的啊？太刀应该不是了吧？我现在整个看下来，总觉得虫棍很强。这虫棍看起来好有趣哦。 頂戴します。よし。もらってくせ。悪く思うなよ。取ら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。对啊，每次的版本好像都会有一些幅度的调动。重棍的适龄硬斩变快了，我不知道哎，从来没有用过。太刀还是要看看威吓吗？也是啊。晚安，早点休息。有吃集中的话，说不定还是很强。希望如此啊。缺蛋。 我的猫蛋蛋到现在还是没有。然后呢，我的鲷鱼，哎，这个是鲷鱼吗？啊，有鲷鱼了！终于有鲷鱼了！哎，我记得，等一下有出来鲷鱼的话，是直接任务就有了吗？房具就可以生产了吗？ 有两只，继续踩。有两只，这么邪恶？不是吧？害我那么高兴一下，白目。对啊，猫猫加油，拜托，再补一只鱼就好了。你就是不补，哎，好烦啊！鱼呢？ 真的，请猫猫加油！哎呀！大家晚安。 我们今天涨价了吗？是啊，好像大家都凑太快了，还只是我错觉而已。 不对。 有夏日限定的吗？对啊，以前是4，现在改到5去了。抽到5万的忠诚点数，就有一张邮票，可怜的邮票啊！啊嘞，啊嘞，好快！你真的是怨虎吗？ 你是上位的吗？怎么那么快？来吧，让我踩到一颗蛋，这样最快哦。没有，好，谢谢。蛋挞不在呢，蛋挞在外面，他也没有想要进来，做不到蛋挞。 反正啊，看久了，自然又会凑起来了，没问题的。单身的怨虎，但还是有蛋吧？难不成蛋也少一颗？再打一次好了。 这次打好快哦！顺便换一把武器。现在我会玩的就真的是几把而已，丢脸。喝个水。想想，如果明天时间那么多的话，我下午好好练一下其他的武器好了。其他的剩下哪几把？冲枪吧。 冲枪是我下一个版本最想要玩的武器之一。凑那个很快啦，没问题的，一直挂着就好了。来吧，这只已经是公的。哎呀，猫头鹰！哎，这是猫头鹰的位置在哪里啊？在上面吗？ 哎呦，有呀！忠诚点就会有忠诚点了。 说的真好，到底要多忠诚啊！诶，这只头，诶，这只头刚跑下面去了，好恶。各位晚安。哦天哪，真的好快，都快死了。 那我今天的目标啊，大概就等那些猫猫踩到我要的鲷鱼吧，可能不是打怪可以获得的。鲷鱼怎么那么难获得？来吧，贡献一颗蛋，不对，2颗，好吗？ 奈奈，素材太少了吧？都是母的。啊啦，没办法，换打一些别的好了。这些新的任务有没有需要打的呢？哦，好饿，嗯，打一些不一样的。 可以打一些首领吗？我首领还缺哪一只啊？哎、欸，我首领还有缺、欸，我雷狼没有吗？哎、欸，雷狼你不在？所以又是百龙吗？ 打一下好了，不然啊，把百龙放到最后一场的话，心很累的。可怜的阿虎，再看一下吧，钓鱼钓鱼，你要给我2条吗？只有虫而已。有啊，我让那个稀有品增加哎、欸。 这个没有错吧？稀有素材，它算特产品吗？在这边应该是写稀有素材没有错、啊，还是没有啊？真痛苦。没有想到那么辛苦，吃2条鲷鱼而已，市场买一下就有了、啊。 难不成是我的猫都不会抓鱼？多多也是踩很久，好吧，看这个情况，真的要等一段时间。青龙队留到明天吧，反正啊，明天如果要多人玩的话，林盖松侵入比较好用，自己要熟悉一下。攻めてきてるよ。 拿锤子的情况之下，有需要下去打吗？应该还是要吧。锤一下，锤不到，真难。不行，打百龙真的好无聊，完全无话可说。咳两声没有事，我应该是被自己呛到了，毕竟老了。 对啊，但是啊，现在一些小症状，我可能自己都要谨慎一点了。 明天的龙拼预计几点开？6点半。 谢谢小米提醒，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YT 那边。明天晚上不大确定有没有时间开魔物文，如果明天请假的话，是不是应该下午就要开了？ 硬咳个几下，观众都要怕到起飞，是不用那么担心吧？没事没事的。对啊，真苦恼。明天要做的事情好多，不大确定要怎么分配时间。而且明天的公示情报好像没有特别说多久嘛。过往的经验大概就1小时半吗？ 看身体状况，能好好休息就先好好休息。身体没事的话，应该是还好啦，不用担心。照我说的，下午开个来跟大家一起抢先看新版本，也许不错哦。下午哦，应该完全没有人吧？连个位数也说不定。 谢谢 Chester， 等一下哦，时间真不好，要怎么喝水？好，趁机喝一口。你说的那么奇怪的时间点吗？不过有空的话，倒是下午可以用一下了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来看一下情况。 我本来还在想啊，如果真的很闲的话，要不要去那个 IKEA 一下，可以买一下灯罩。 不然像灯罩这种东西，我真不知道去哪里买耶。现在网络上吗？网络上找到的款式又很少，烦恼。 我在哪里啊？我在哪里？我在哪里？我在怪物群里面哎，看不到，看不到，看不到，大混乱！我在蜘蛛体内了吧？灯罩啊，什么灯罩？就是这应该怎么讲啊？反正就把它当成装饰的一部分好了。Alla.完全没有瞧到。 不过要比较没有敲到，大剑真的是完全不会命中魔物。多人打还好，一个人打真是什么都命中不了，真可怕。 对啊，新版大剑还有那种很像反击的招式，跟太刀有点像。大剑也好期待，感觉啊，终于不用那么说，一定要瞄准敌人的头之类的。比较没有那么要求技术了，非常的感动。 哇，每一次都这样子，看别人的影片都觉得好爽，自己玩起来像白痴一样，好怕这种状况。 危ない。危ない。差点死。啊，已经52分了。 时间好快，人家太强了吧？该怎么讲呢？就是因为知道自己有技巧，才敢拍成影片吧？我都不好意思拍了。 好了，我看这个情况，今天也不要开太晚好了，为明天做一下准备。那如果明天真的有时间的话，或许真的下午可以自己来玩一下。反正我本来就这样预备了，自己先打一下新角色，角色尝鲜完之后呢，再找大家一起玩，这样比较适合吧。要有那种啊出现的挑战感。 我看啊，今天先这样子好了。谢谢三位今天陪我，还有小米，感谢感谢。素材应该也凑的差不多了，要的蛋蛋啊，猫蛋蛋，猫蛋蛋下，猫蛋蛋我明天自己打好了。不是初见直播吗？明天吗？好吧，明天有空的话，下午就来个初见直播好了。希望大家有空啊，谁会有空啊？那个时间，礼拜四的下午。 时间超怪的。好的，感谢大家今天晚上的陪伴。明天发售，超期待的，而且新增很多角色，好想要玩啊！龙族也是啊，龙族明天直播完就有新合作了吗？也是蛮期待的。大家有空的话呢，下午可以收看一下，如果有开的话啦。还有晚上也记得在 YT 开一下哦。那么先这样子，晚安。 拜拜。